今天非常高兴，我们有我们的五位可以到我们的现场，然后刚刚一起跟我们参加第一次他们同台一起打电动，然后又是我们的最爱的 Call of Duty。好，我们看中间，看中间。好，我们看右手边好不好？到右手边，我们今天很多很多摄影师，我们慢慢从右边开始。好，慢慢回到右方的中间点。好，回到中间。好，我们到左手边一点点。好，最左边。好，有没有要再补的？哪个没有抓到？好，回到中间。然后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呢要到一个段落，我们会让我们的兄弟本色休息两分钟，然后等回来的时候呢来做我们的电子联访。好，来右手边的、哦、好好五位。然后我们电子联访完，还有我们的平面的访问。好，都有几张？还要抓的吗？摄影师自己举手啊，好不好？他们自己看 ，OK。好，那我们谢谢兄弟本色，我们给他们两分钟的时间休息一下。的 ，right on， 因为如果你有玩，这个只有玩家才知道。Call of Duty， 你要从直升飞机跳出来，或者是门要打开，看那种紧张。你知道你半夜打游戏的时候，你会紧张的，会全身都紧起来的，怕吵到小孩子。真的要小声一点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有。那现在舞台上都有小孩。对，所以这次的过程其实应该有蛮有趣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像刚刚那个阿月讲说，就是他有负责刷那个吉他嘛。但我跟大家分享的有趣就是，那天我就是请阿月来录音室帮我录这个吉他的部分，但是后来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，哎，录音室有吉他吗？哎，我们录音室真的没有吉他。然后没出来，没错，对不对？讲一下这次你。里面有弹吗？我没有弹。哦，但是吉他是他的。哇，所以你的吉他阿月来弹，没错。我贡献吉他，也贡献吉他。贡献。Got it。热狗，回到你这，听说下个月好像有重大的活动，是不是？要跟大家讲一下。对，就是我的新专辑呢，其实马上就要发行了。然后下个月就是12月23号、24号，我在台北小巨蛋。有我的演唱会，然后现场的各位那个记者朋友、媒体先知，如果要来的话，请跟本公司联络，啊，我们会招待大家去看这样子，800块的门票，啊，800就很上面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就是有时间要来的话，当然跟我们联络，我们一定会那个安排好这样子。对，那刚才就是我们回到一个上一题，就是那个有趣好玩的，对。其实我觉得这次合作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，我觉得暴雪它是一个很开放，然后给我们非常多创作的自由的。哦 ，OK， 对，就他其实他反而希望我们这首歌不要那么像广告歌，他觉得说他可不可以是像我们兄弟本色自己的歌，然后带有一点就是可能游戏的那种元素进去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就很酷，它就不是一个。好像说哇，这么商业或者这么广告的歌，所以它反而就像我们自己的歌，那只是我们就把一些那种游戏的元素加进去里面，然后变成我们自己的歌。所以这首歌在我来讲，我就觉得很好，就是说对我来讲，我写的时候就很爽。对，我觉得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。我觉得这给一个在写歌的时候很重要，因为你有一个创作的一个空间。其实很多很多游戏或者是电影要跟艺人团队歌手合作的时候，他会给你一个范围，说你要我们要什么样的东西，你去写，变成说你在这个框框里面要做一个作品。但是你刚刚讲的一个很重要，其实那个框框是兄弟本色的框框，然后里面呢我丢。我们 COD 的东西其实就会有不同的这个感觉。然后我也记得我第一次在看这个 YouTube 的时候，我看完的时候我觉得 Oh man， 这是 good song， 这是好的歌，不是说
这个游戏哈，这他有自己跳出来，游戏其实已经很期待了，因为要玩游戏的人就会玩游戏。那其实你这首歌有那个感觉，你会把这个游戏加分，我觉得很有特色，兄弟们这个特色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那个那一天24号、23、24是不是？是是是，会不会唱这首歌？如果各位兄弟愿意来当我演唱会嘉宾的话。那当然就是可能会唱。那其实是卖个关子，卖个关子。那现在有人说不要了怎么办？因为那些，因为我们为什么说不要的，不会现在讲出来。对。谁敢？我们兄弟本身后来很难集合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大家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嘛。现在顽童现在也不是顽童啦，都是大约小生瘦子，大家各自去发展自己的成绩。Okay. 对，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，我们聚在一起。那我觉得肯定这个歌要拿出来献宝一下。那么那个4位拿出手机看一下23、24号晚上有空。对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我觉得这真的可以期待。好，来，反正大家会期待一下。好，我们我觉得就在一再解开这个电影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。我觉得这个是 Call of Duty 它的一个很大一个这个特色，很棒的互动体验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剧情模式最棒的是像我这种很弱的玩家，你去线上都被人家打爆。可是你在剧情里面还可以当自己的主角，就是我自己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很享受那个剧情的延伸嘛。对，你觉得慢慢玩，慢慢玩，慢慢。可是像我就本身比较弱，但是我其实从以前就是每一代 Call of Duty 我都有买，这么多年了还是没什么长进，但是还是很坚持的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像刚刚讲，他那个电影的氛围实在太强了，然后他那个整个剧情内容是太值得收藏的游戏了，对。对，然后我觉得瘦子也讲到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你现在加入 Call of Duty 玩 Modern Warfare， 我们的现代战争战争太晚了。其实它每一个游戏有不同的 level， 像我们这个COD MW3， 其实有4个 level， 你可以一开始就是用入门。他其实他的 AI 的人很少，让你先练习，然后有初级者，然后到最后的 advanced， 真的很厉害的话，你就是玩 advanced， 就是最厉害的。那其实他就挑战非常非常难，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以前没有玩过 Call of Duty 123 Modern Warfare 123没有关系，这新完全是一个新的游戏，你可以马上加入。对，没有错，而且 Call of Duty 它的界面其实很简单，很适合新手。对，但是你要想把它玩得好的话，你真的要花点时间。例如说像那个它的枪支系统，你是需要解锁啊。对对 对，你不可能一开始就拿到你自己想最厉害的枪，你要一路从小刀、小枪，然后近战武器，一路拿到步枪，一路到打上去。然后每一个段落说不定要不同的枪，或者是不同的武器。那比如说它有一个任务，你根本就是不要用枪，它只要用刀，因为你要安静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去轰炸那个直升飞机，就是拿最大的枪就好了，最不同的感觉。那你自己喜欢什么时候打游戏玩 game？ 我现在能玩游戏时间就剩下就工作完以后第一件事是照顾家庭，所以是半夜玩没有啊？我都是半夜玩，因为我喜欢1点大家都睡觉，然后我戴耳机玩。我现在是趁我小孩午睡的时候，午休我才可以打，就打后面2个小时这样子。对，现在只剩这个时间可以打，所以会说快睡觉，快睡觉。那你们呢？自己什么时候有没有什么玩游戏的一些癖好？是，也是小朋友睡了，就大家都睡的时候玩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可是其实因为又想要连线嘛，所以现在最痛苦的时候连线不一定兜得上。对，就是你的队友们有时候这个时间他可能没有在线上，或者你上去之后一个人孤零零的，我觉得就很可怜了，你就要自己一个人玩。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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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所以现在要都在一起，其实真的是蛮难得的。对，好，你说都在一起蛮难得的，我们现在就给你们机会，好不好？五位上场 ，Here we go，Let's go。我们这边已经设定好了，我们就五位直接过去。好，直接就可以上。先可以把那个麦克风放上面。然后我们那个慢慢耳机戴好，然后我们今天玩 PS5 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刚刚的这个要出发前的这个设定已经设定好，然后我们今天在舞台上会分两个画面，是，有啊，可以，等我一下，我调一下枪，好，大约要用什么枪？我今天想要用盾牌 ，OK。就是叫轻
其实我自己有在玩，因为我们可以抢先玩，上礼拜就已经开始可以玩游戏了。然后我知道大约有玩我们的 Open Bay 了，他其实是我们的 Tester 的一个角色。角色是谁？然后其实大家非常期待，但是今天11月10号全球上市。因为我今天想要有大哥行不行啊？没有问题。今天大哥的大约喽，是不是？我待会拿盾牌，大家就跟着我的盾牌后面，我们要展示我们的团队的精神。好的，我就躲在厂房，然后你们打就好了。我会找个洞躲起来。阿月，我觉得你选吉他。有吗？对，这个选项吗？吉他枪。对。Activision 的吉他 Guitar Hero。我们今天的地点是炼油厂啊。对，然后这次我们的这个现代战争3呢 ，Modern Warfare 3，其实我刚刚没有提到，我们有16个我们进店的这个地图，真的，他们 remaster 啊，在2009的 Modern Warfare 的时候有玩过的话，一定会玩的，这是16个地图进店的地图。OK， 我们设定每个人，这边是用 Fast B， 对，我喜欢小春枪，然后这边都设定好了，对，有设定好了。OK， 我们的大约设定好，我们等会要出发了。那这次出发，任何有没有什么策略？就是大约呢，是我们兄弟本色回归之后的新任团长。对。他刚刚话讲那么满，然后我现在就在验证他到底是在好小、啊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、我们的个小队兄弟本色出发。Here we go。我很怕等下打一只马枪炮。没关系，最难的是不要穿枪炮。对呀、啊。可以。兄弟本色不骂脏话，怎么是兄弟本色呢？游戏要骂脏话，不骂脏话。All right， 我们在大屏幕上左手边，我们现在坐在我们的这个救护车里面。这个也是玩这个游戏的一个特色，拿救护车太快位置。Here we go， 好，我现在场景呢，直接出来 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好，出发，先走，走了，先别动，先互相看对方怎么走，不用说，直接先上二楼。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，左边，没问题。看就开枪！哎呦！哎、欸、你们神灯火啊！哦，好，那不会死。哎、欸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可以拿盾牌。我跟着你们，我是用你们了。用子弹的，哎 ，X， 你躲在子弹后面。对，再补子弹 ，X 补子弹哦，好不好？我跟着你们，后面。对，有，下面有，下面有。一个在后面，一个在后面。哎，我找不到我。刚刚谁撞我？瘦子真的在躲。有吗？好，我展现我们团队的精神。后面。大月你在哪？很多人可以看到那个第一人称 FPS 的 shooter 里面会有红红的画面。其实现在每一个游戏都会有红红的画面，表示重点在收藏。但是第一个游戏有这个红红的画面，其实就是 Call of Duty。已经变成一个 normal。好，我们先看。现在，大约，好混乱。对。这个游戏要玩就是子弹全部出手，要换枪 reload 的时间要换。那个小地图上面又可以刚好。哎，这个盖子。不好意思。哎，你在二楼。我要同一个。太紧张了，看样子大家都打得蛮好。来一遍，可以，就跟着大家后面，跟近点，就跟着近点。他到哪里就到哪里。好，这边有人。OK， 这后面的同时有人。对，你不行打，近的人了。啊，打。我是不是被阿月打？这里下面有。对，他是 reload 快点，我拿阿月。先补一下，我想要放一些招式，是不可以打到自己的人，最好是不要打到自己的人，这基本的。哇！对，对。好，被打死了。放，直接打。Here we go。可以蹲打比较准。
又解释了。All right， 哦，真的是啊，以巴战胜了。好了，我们那个 Lisa 上面，因为他有 drone， 然后上面旋律非常夸张，刀刀出来。哦耶，超精彩！慢手，慢爆手，超精彩，超精彩的。哎，都没了吗？应该我在看地图，等一下会有人拿球。好，这个球用机关枪，把差一公尺直接杀。对，对，这枪还蛮好用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都学棒了。如果你玩《Call of Duty》，现在已经开始，其实画面动得很快。如果你半夜一点钟关灯，戴耳机打，超恐怖。都没有人，都没有人。我挣钱，哇！这就是团队，因为后面有人根本不知道，所以现在有后面你团队知道吗？好，再往前。好的。左边有人，左边有人，左上。有哎、欸，好准。啊！我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！在哪里？我都没看到。啊！右边，任何右边。对，出发。右边，右边，再右往右看。你出去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枪口往下。你动不动，后面没有人动不动。好。包抄。哇。哎哎，我碰到自己人。好，越来越紧张了。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是。越来越多人了。现在在等他的音乐。够了。会让你非常紧张。我是方便脸，我想方便。我刚看到这人长得很像狗哥。他里面有个角色少年长得很像狗哥。大家好。All right， 胜利！给他们一个掌声。好，我们请五位，请五位回到我们右手边站。那个人拍了。哦。这 replay。我们为什么没有要站起来的意思？不在打场吗？但是我觉得大元最常玩，阿月最少玩游戏吧？是。但是你跟我讲，你实话，打这个游戏的时候会不会有感觉？会不会紧张？会啊，还是会紧张啊，因为有时候不晓得敌军在哪里，我不晓得在前面还是在后面，所以有时候看到那个左上方的地图，是有红点在那个地方，但是回头看也看不到那个人，可能在二楼或在其他地方，真的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很帅、啊、这个游戏，所以是队友很重要，非常。像刚才我后面有人也是大约告诉我，他要 cover 我，大家互相就是 cover 大家，对，所以。